心倒数，三、二、一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好科技哦。我们。陪别人吃饭就有钱赚。当时要拍这场戏的时候，我就说志玲，拜托你就真的打。然后他就说 ，S 我力量真的很大，我打了我怕你会受伤。我就说林志玲，你不真打的话，我们俩情绪上不来，就会不断的 NG。他说那我试一下，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说林志玲，不要再演戏了，脱下你的假面具。他就说我真的打了，我说快，他就擦。你这个人很诚实，然后后来他就有以这个力道打了我至少十掌啊！因为你当时说买100张，我还蛮不爽的，因为你别忘了我跟你义气是在哪里爆发，我为了你跟谁吵架，你是知道的，谁啊？周玉蔻啊！就是你老公是整形天王，你老公要包几场？生意没有很好，对，整形的人越来越少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大家都现在大家都跟你一样要追求自然美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已经没关系，林志玲还是很爱整啊。还是之前我 promise 大家啊，这个票房超越《长林大夫》跟阿汤哥的话，他要$3 酬谢大家。有人想看我3点全露吗？要。我先跟大家讲，因为我生了3个孩子，所以乳头比较长。还是想看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分享自己的心事。哎，有一个有种东西可以变短。因为你老公有手术吗？可以，可以做。剪掉还可以。红鲤鱼绿鲤鱼，红鲤鱼绿鲤鱼，红鲤鱼绿鲤鱼。与你与你，与不能与驴同居。与你与你，与不能与驴同居。Come on， 什么东西啊？